天马上就要黑了，我们四个乔治要回家了。先是我这个穿棉服的乔治回家，然后是我这个打雨伞的乔治回家，然后是我这一个沙滩乔治回家，最后呢就是我这一个骑自行车的乔治回家了。哎呦，怎么突然变得好热呀？天哪，这是哪儿呀？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多沙子？哎呦，好冷啊，我骑自行车都打滑。我的妈呀，这怎么下雨了？我也没有伞呀。哎呀，你们这群乔治都回错地方了，还是让我来帮帮你们吧。你这个穿大棉袄的乔治下来，你呀，这个骑自行车的乔治上去。你说说你刚刚在雪地里骑自行车能不滑吗？还有你这个打雨伞的乔治下来，你这个穿短裤的乔治上去，把你们送回去，我乔治也要回家了。